下几颗星辰，只欠一个花芽。谁以为我是起晚霞踏在脸上，但愿会几只黄莺陪着我欢唱。踏着黄昏，冲着夕阳，当你归来就是这个方向。谁以为我剪下彩云戳见地上，星辰圈成一个花芽。谁以为我是起晚霞踏在脸上，但愿会几只黄莺陪着我欢唱。踏着黄昏，冲着夕阳，当你归声音好宏壮的声音。今天我看到这么大的场面，这么伟大的场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有这个荣幸可以站在这个地方为你们表演，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每一首歌都是你们所爱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你们所爱看的，也可以让我们能够聊表一下你们在前线也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最大的敬意，希望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们，跟我们一起欢度快乐的、轻松一点的过这个快乐的几小时，好不好？好。谢谢。一首很轻松的 disco， 我相信你也会跳 disco， 对不对？一起来跳好不好？耳边细语。
我心里只藏着一句话要告诉你，这句话想要说出又是多么不容易。也许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说出又是多么不容易。也许你已经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口来依然是个小秘密。有时候想要说出来，不知在烛光下还是在月下花前，一次一次就这样支持你到终点。更柔着的告诉你已经看完，时光一去不复返，还是请你来靠近我，听我来细数在耳边，可千万千万不要可是没有准备的啊！哇，好热情哦，差点我昏过去了，给他亲的我。还有谁呀？啊，没有啦。啊，你们要求很高啊！啊，我非常的开心。刚才唱的那首歌呢是《耳边细语》，那么看到大家突然间轻松了许多。现在为您唱的是《爱情长跑》，也是一首很轻松的歌。你向前跑一步，我也追你一步，在这爱的道路上留下了脚印无数。爱情的道路上有甜也有苦，只要有你在一起，
再孤独。谢谢。非常的开心。那么今天除了我在这里为您表演之外，还有好多好多位大家很熟悉很喜爱的同事，都是华视一起来的。我们现在呢要为您介绍的这两位是我的同事，就是杨忠明跟黄猛林先生，欢迎他们。在乡是良民，在阴是良兵，一二一向左要看清。对不起，对不起。是这样看的吗？啊，我。啊哈。向前看。谢谢。太忘了，对不起。刚才这个制作单位呢，特别叫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套军服。哦。在哪？对，不是，我们前两天去找，他们翻箱倒柜，还有到花木兰那个队上去找你要穿的衣服，找来找去。就是没有你的 size。大家都知道珍妮在某些方面表现特别的突出，对，而且请不要冲动，请不要冲动啊！所以珍妮小姐今天晚上你的责任很重大，是吗？你们还是镇静一点了。好。对了，那么珍妮小姐这一次为了这次闹军呢，昨天特别坐飞机专程赶回来为各位表演，所以非常的辛苦。应该的。那么她刚才也唱得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现在请她下去休息一下。这个至于这个表演节目的事情，我想呢美女已经看过了，该看两个丑的在台上。那么现在请热烈掌声欢送珍妮小姐进入后台。各位弟兄们，这个珍妮小姐呢，她要以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这个外形、服装来呈现给各位。现在是珍妮小姐休息的时间，目前呢由兄弟两人为各位垫档。当然了，表演的好啊，弟兄们以热烈的掌声这个祝贺我们。表演的不好呢，你们也得静静的坐在那看。因为这里高级长官很多，啊，量你们也不敢虚。你在讲什么？站好！不要乱讲话啊！抱头蹲跳，50个，开始！1、2、3、4。哦，好了好了，岗位长官，你什么阶级？我快要退伍了，现在是3Q老焦啊。一人，不要冲动，弟兄们，你看看我的阶级，他3Q，我3Q底下还比他多一条杠，我下士。班长好。收下颚，小腹小肚子收进去，屁股不要翘，两腿夹紧，交互蹲跳，预备开始，打数，自己打数，4、5、6、7、8、9、10，好了，够了。真的那么喜欢看我跳，是不是嫌我跟周美仪一样胖？周美仪在后台。我们两个不要再胡闹了，好不好？那么没问题，正正经经的介绍节目。中华电视台双星报喜的女性主持人斗哥为各位带来夜来香，请各位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周美仪小姐。谢谢。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低声细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郎还响，呼噜着奔
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郎还笑，吻着夜郎还笑，夜郎笑，我为你歌唱，夜郎笑，我为你思量，啊，我为你歌唱，我为你思量，我爱这月色茫茫，接着下来为各位演唱这首歌的熊海林小姐。下着小楼
请你把我好好珍惜。爱的羽毛飞扬在春天里，撒把阳光帮助我和你。爱的羽毛成长在春天里，爱的专利属于我和你。爱的羽毛飞扬在春天里，撒把阳光帮助我和你。爱的羽毛成长在春天里，爱的专利属于我和你。感谢您，熊海林，杨大哥。哎，你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我来访问你吗？我不知道。因为第一，蔡娇刚刚退伍。啊、哦。第二呢，我对你特别感兴趣。真的？因为听说你是军人子弟是吗？是啊，你怎么知道？那你父亲在哪个单位服务啊？我父亲目前呢已经退役了，不过以前是装甲兵学校的。啊、哦。各位装甲弟兄们，这边有女的眷属，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给大家特别鼓励一下？谢谢。再度欢迎珍妮小姐。江湖路上英雄来往，万里关山茫茫长长，卧虎藏龙风流断剑放寒光，小小的儿女介绍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很丰富吧？不要好像上课一样，老师现在问你怎么样啊，你就怎么样。不过呢，讲良心话，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场面。我一直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唱歌的时候，好多好多好多的人来看我。那么今天终于做到了，非常感谢你们，很谢谢你们。谢谢。现在为您唱的这首歌，如果您会唱的话，我真是想你跟我一起唱。接着几首歌曲都应该是你们会唱的歌，这一首呢就是我刚刚出来唱歌，我还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唱的一首很熟悉的歌，是两个字的，刘家昌先生所写的，好像对，再大声一点，
对了，现在我就为您唱这首《誓言》，谢谢，谢谢。光芒照。
水落日花下，我茫然地向美艳又嫁，但愿我能变成燕子，展翅醉过青山彩霞。唱梦中妈妈吗？亲爱的朋友您好吗？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到过很多很多的飞机场，那么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停机坪上为大家表演，这还是我这一生第一次，我觉得好荣幸好荣幸，绝对没有半点虚伪的。那么我希望下次有机会我能够再从老远的美国回到香港，再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每一首歌都是你们所爱听的，每一位演艺人员所表演的，就是我们的同事所为您表演的，每个动作都是你们所爱看的。在这里我再次的敬最高的谢意，现在我要谢谢各位，谢谢。唱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给你听好不好？这首歌呢很难唱，
那么我今天呢，在你们这里吃的实在太好了，这个大鱼大肉，又是虾，又是哎，最好吃的还是那个叫做什么冰啊，仙草冰，我喝了6碗，我现在舀起来有水的声音。那么我呢，希望我在我这一肚子水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把这首歌唱得最一流的献给大家。这首歌叫做《Without Love》，希望你喜欢听，谢谢各位，谢谢。
护理长，那么我知道呢，我们空军的弟兄身体都是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棒的，尤其平常呢根本是没有人生病，可是呢偶尔就是在出操工作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他会想跑到我这来挂病号，甚至要医生证明，想要住院。你们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想住院？因为我啊，哎呀，太给我面子了，不是为我啦，是因为啊最近啊我这个医院呢来了一批小护士，每一个都长得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所以呢他想趁机接近一下，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就常常溜到这。报告，说他来他就来了，进来。哎，你今天怎么穿这个衣服呢？你怎么不穿制服？穿什么制服啊，我早就退伍了还穿制服。哎，李司马，你穿这个衣服不错啊。你干什么？看他长官那么没礼貌，推我干什么？还长官，给你讲，早就当菜椒啊去了。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我来看病啊。对不起，我们这是军医院，不看老百姓。我现在又来教育着急了。理由很多嘛啊、哦。干嘛干嘛？今天又来教育着急，就来。出操好辛苦啊，你不知道。哦，这样子啊，又要干嘛干嘛、哎？明明刚刚好好的，现在哪疼啊？肚子。哎呀 ，A 型肝炎，还 B 型肝炎嘞？啊 ，B 型肝炎啊 ，A 型肝炎会肚子痛啊。医官开医生证明了，哎呀。对对对 ，B 型肝炎是非常严重的 ，B 型肝炎啊，要需要长期的休养。对对对对对，住院。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要打针要吃药，可是就是不需要住院。啊，打针吃药，不要开什么玩笑，我这个从来不吃药的，从来。我知道他每次来我这挂病号要给他开药方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因为他不愿意吃药，不过没有关系，我很了解你，我也很体谅你，那么我不给你吃药。谢谢谢谢、哎、马医官，那可是要打针。打针呢、啊、你把袖子卷起来一下。不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去打，我真的要打针。是啊，我这个打针都打屁股。你打要不要打、嗯、打 OK 打，说打，打就打，快点来！真的打？打呀！你真的给我打屁股啊？是啊。你不会害臊啊？不会。好。你医生就是这样子嘛。要打，可是你打完了以后要帮我揉。揉。揉啊！好了没有？预备，进！哎呀！接着下来为各位介绍这一位，她是一位年纪很小的小妹妹，曾经拍过很多部广告片。那么我想里面有些同学年龄跟他差不多，如果想跟他做朋友的话，等一下跟您的队长或者请个假到游览车那边排队集合。他要为各位演唱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各位同学请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张震南小姐姐。小姐姐声飞翔，只因有你深深呼唤，爱的歌声轻妙悠扬，我要飞向你的身旁。看着街头那绿荫双双，恋人要多么快乐，爱的歌声轻扬悠扬，我要飞向你的心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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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滋味在心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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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要享受。声飞翔，只因有你深深呼唤，爱的歌声轻扬悠扬，我要飞向你的身旁。
只因有你生生不换。爱的歌声轻妙悠扬，我要飞向你的身旁。看着街头那丽影双双，恋人呀多么快乐。爱的歌声轻妙悠扬，我要飞向你的心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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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滋味在心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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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要相守。我愿乘着那歌声飞翔，只因有你生生不换。爱的歌声轻妙悠扬，我要飞向你的身旁。